今天我们来打一杠一，威力汉。这三只先不要带走，先把他们打到残血，然后用一个范围技把所有的一次带走。哦，这里要小心，不要乱放技能。先打到残血。哦，这里好像是时候了，是时候了，下一格就是可以用第三个技能，我们用道具提升我们的魔法技能攻击，增加中击率，然后敌方所受的伤害加15%。发现中击率应该是不需要这里，因为这一只它会必定会暴击，它第三招必定会暴击，一次过带走三只。这样应该就有 SS 级了。如果版面不美的话，可能重新再打吧。就是要一次把他们三只带走。